我会拉弦子。我是卓玛，我会唱歌。我是格桑，我会吹硬笛。我是土丹，我会带路。哎，他们能唱吗？现在能啊。我们来自西藏的盲童学校，我们上电视就是想证明我们这些盲人不只会坐在家里织布，和在盲童学校里等着一天天长大，就是想让所有人看见我们能唱歌。我们还想通过这首歌让我们的好伙伴图丹能再看见这个世界。来，给我们准备新年。Thank you.